嗨，大家，今天要介绍的这两本书呢，如果家里有小小孩的朋友们，我希望你可以人手两本，因为它里面非常的有趣。这设计的那个出版商们呢，他们有说在孩子一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呢也可以开始用手啊，这样指啊，这样点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我们互动交流哦。那要怎么互动交流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本 Skina no Doji， 你喜欢哪一个呢？然后这一个主题是 tabemono， 有关食物。那我就依照我自己的喜欢来操作咯。 Strawberry, banana, which one do you like? This one. 所以当孩子们呢，你让他做选择的时候，然后孩子们点到，然后你就帮他打开。Which one do you like?This one， 我是跳着翻的哦，里面的插图画的超级超级可爱，我这次选到的这几本都画的太棒了。Which one do you like？ 这是饼干，然后这是米果，米果吗？是叫米果吗？中文哦，仙贝，然后继续跳着。Which one do you like？This one，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一本 Skina no Doji， 一样，书名一样，你喜欢哪一个？ Block and the car， which one do you like？ This one， Apple, Orange。Which one do you like? This one. 然后这边它的日文 Koji 是指这里 Koji. Which one do you like? 当然是这个。然后孩子们呢，他们这样指着，然后我们再把它插图打开的时候，他们又会有不同的乐趣跟惊喜。Which one do you like?This one， 然后你会发现，他是把它用照片还有插图，照片跟插图这样设计而成的。Which one do you like? This one。好，那这两本呢，我就随机翻了那一页，然后就先介绍到这喽。